要去做button check。那我们是看到 Sora 对上马里奥。那火药部 John Smith 呢，他可能是受到那个台北的那位名为库特的玩家，那个 Evil Sora Man 的这个称号，所以才选择要用 Sora。不过呢，他们这边是从 PS2 开场，一个中立的场地啊。不过这边龙珠想要Over There 漂亮的 Tag 到。这边其实龙珠使用非常多的哇，他这边 Edge Guard 是非常漂亮的。他尽可能把John Smith 的角色呢，把 Sora 打到场外去做 Edge Guard， 这也是蒙古的强项，在这部分。哇，这边这应该是一个 Four Air。Sora 真的是一个非常飘飘的角色，虽然我是玩 NES 的，但是我自己也是熟悉不了。我这边哇，其实蒙多这边这个 Tech Chase 非常漂亮，就是差了一点点。哇，结果这个抓是被他下 Smash 的那个跳起来的动画，刚好错开了时机。哇，结果这样子飞起来，哎呦，这个 cape 有 cape 到就舒服了。哦，这蛮创新的，第一次看到赛迪接下 smash 的这个 combo， 这也不算是一个 combo， 但是是一个蛮有趣的接法。看一下这里。combo 接起来了，哦，Nair没有中，但 Sora 对这种远度是绝对是没有问题。那两边呢 percentage 是差不会到太多，不过呢 John Smith 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转身直接抓往外摔，哇！结果想要 back air， 被这个2B卷进去了。John Smith 先拿下第一场，稳稳的，稳稳的。John Smith 暂时取得一局的领先。两颗火球一起丢出去的形象，哇！一个 down smash 抓这个，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two frame 啊？因为他 her box 其实蛮大的。不过呢，哦，这边是还不到崖边，不然刚刚就是直接晕下去了。Jab， 哦。这还蛮有趣的，哇！结果一个 neutral B 方向错误啊，被蒙多抓到了，直接用了 smash。
John Smith 的这个赛季不是很安全，不过也是有惊无险的。神功直接绕到别人的后面去 back up， 蒙多暂时领先啊。哎，一个当这个 two up smash combo， 轮到马里奥电影时间，哇，差一点点。这真的是差一点你就杀了，再加上 Sora 其实很轻啊。现在蒙多感觉 momentum 都来了、啊，刚刚这个 up smash 也是蛮可惜的。不过 Hook 这边啊，完全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啊。
还是有可能靠 Sora 的一些奇特 combo 来拉回来。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打盾需要比较安全一点。看起来这边 John Smith 没有很刻意要去换去压迫他的盾啊，因为这个情况下是不能这样做的。哇，结果才刚说完啊，这个 dash attack 的位置不是特别好，就直接 dash 到别人的盾前面。红多拿下一场。现在二比一的情况下，以库特刚刚打了这么久下来，以将刚刚打了这么久下来呢，应该是没有要换角的意思，除非他现在故意跟我作对，换了一个角色。但果不其然，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没有要换角色，没错。不过换了一个 skin， 换了这个可爱的灰白 skin。有谁可以告诉我，KK 现在没有来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吗？现在 KK 六点才来吗？哇哦，漂亮的一个即时 combo 啊！现在蒙多是在那一个不错的领先，不过呢 ，Sora 如果可以一直逼他到 ledge 旁边的话，蒙多也不是很好打。继续，哇、哦，这个 fair， 不错的想法 ，all or nothing 的想法。我这边呢一样啊， John Smith 拿下了这一条命之后，看他是要怎么样追回这个将近 100% 的差距。这个后摔会死吗？应该是不会，没错，这个场地场边比较大。一个 Nair 还不够吧，不过蒙多这边还是积了很多的爬树， Sora 这边要小心一点。这边 Up Smash 是没有中，蒙多取得了这个站位，马上就被 John Smith 打出 Center Stage， 疯狂扔火，雷电冰。哦，这边呢，他是直接滚到他身后啊。这边 John Smith 的那个位置没有抓得很好。哦，我以为这边要 Spike， 那个动作有点像啊。Attack it up, back here。这边 counter 到，不过马上就接了他自己要的 combo。哇，这边抓没有抓到，还可以 forward tilt 了，真的是。不过呢，蒙多这边一个 edge guard， 哇，这边水柱，并不影响他可以连续三下。赛逼，哇！结果这边一个惩罚他没有中的 down smash， 一个简单的 down throw combo， 这边想抓没抓中，奈尔是把他挤到场外了。蒙多看起来要找杀，稍微有一点点困难。这边水没有冲到，哦，好危险哦！
哦，原来这个 Dash Attack 是可以 cross up。那刚刚前一场似乎 Johnson 是想要试试看这个。这边一个往后丢啊，趴数非常接近。一个 down smash 又把趴数拉了回来，芒多这边越说越没事。哦，这个 force smash 有点危险，对芒多来说是蛮危险的。Johnson 取得 center stage， 马里奥有点难进来。这边只有两段，一个 jab 把 Sora 挤出场外。但是这个3B DI 的不错，两个人都到140%了，被打中一次，果然没了。恭喜 John Smith 3-1拿下胜利，恭喜 John Smith 成为这次 STC 的冠军。